事，我们还在嘲弄爱得光烈，花世之时，你为何如潮汐退走了？只为生存，我曾如何埋没我的心长期磨砺我宝剑，成就了登上悬崖峭壁的女子，人在此尽亦犹豫退都未容易，谁望到可以名留孙史是如何合意，其实所有故事只有我知，谁让那初到皇城劫这里所藏书籍全部都是文德皇后看过的。是啊，玉册放那儿。是。我来吧。这段日子以来，如懿禁毒女则，确实觉得当初进宫时如懿对长孙皇后的印象确实是错了。你没有错，朕对皇后的确是愧大于爱。本来郑婕妤的出现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当一个一模一样的人站在你的跟前，她越像朕心里就越不安，越不愿面对。陛下对长孙皇后的爱如懿能够理解，可是郑婉言她是无辜的，陛下这样对她未免有失公平，看似是对她的宠爱，实际上却是伤了她。五更了，马上就该早朝了，朕该走了。陛下，就不能再多待一会儿吗？这宫里所有的人都是按部就班，什么时辰做什么事情，如此一切才能井然有序。到了朕该走的时候，朕就得走，明白吗？不对。又哪儿不对了？陛下跟我来，马上就知道了。陛下，你看。看什么呀？陛下，您得答应如懿，不管一会儿看到什么，您都不能责罚他们。好，不责罚就不责罚。一会儿啊，会有一对提着食盒的宫女，还有两对太监，从那儿经过。嗯，来了。这一切都按部就班，所以你才会知道他们此时此地会出现在这里，这没什么奇怪的。陛下，你别着急啊，你往下看。
一会儿啊，那个队伍最末尾的那个小宫女会偷吃食盒里的食物，这两队太监的头领一会儿会比赛撞拐。你看一看，这倒有趣儿，他们每天都这样吗？并非是这些人胆大妄为，只是他们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无趣了，所以才会时不时的做一些跳脱之举，为自己的日子增添一些生趣。其实如意觉得陛下也应该如此，你想想看呢，陛下每天都那么准时的上早朝，该多无趣啊！如果可以时而早些时而晚些，每天都可以过得不一样，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如意觉得这样才是日子。朕今日算是长了见识了。娘娘，这个郑婕妤一进宫就受到如此的宠爱，看来殷大人的一番苦心是没有白费。若是苦心便好，就怕是别有用心。娘娘的意思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婉言这孩子如此招摇，风险定是不小。你还是好好帮我把他看紧了。奴婢知道了。文娘，看这梅花开得多好。姐姐，我说怎么一个小小的宫女敢与我顶撞，原来是早瞧出来郑婕妤才是人中之凤。哼，贱婢倒也有过人之处嘛，平日里一副懵懵懂懂的傻样，其实骨子里却是一个趋炎附势的高手嘛。我与文娘投缘，所以特意选了她随侍身畔。萧才人，虽然我比你进宫晚些时日，但是论品阶，我是正三品的婕妤，你只不过是一个五品才人，见了本婕妤为何不行礼？你对了，我听说萧才人的母亲毅然嫁到萧府做妾，这种行为真是让人心生敬佩。也罢，庶出毕竟是庶出，这礼仪和规矩难免学得不周全。今天本婕妤心情好，就不怪在萧才人了。婕妤不过就是徒有虚名罢了，你当我不知道你夜夜在甘露殿去独守空房？你放开姐姐，让我放心你。放开我，放开我。姨母果然说的没错，郑婉言，你我今日在此撕扯纯属毫无意义。想知道每日陛下去了何处吗？想知道是谁让你今日在此蒙受七尺大辱吗？告诉你，是承庆殿武如意。姐姐，我不相信。
不相信，他是在骗我，他是因为嫉妒，是不是？是不是文娘？是，是的。婕妤，饭菜都已经凉了，我不饿。也许今晚陛下另有安排。你胡说！陛下今晚一定会宣我侍寝的，肯定会的。参见郑婕妤。奴婢是德妃娘娘身边的人，不知婕妤还可曾有印象？记得，是刘司药。不知道德妃娘娘有何吩咐？退下吧。啊，奴婢告退。德妃娘娘是让奴婢来告知婕妤，今晚不必空等了，陛下已去了别的嫔妃处。怎么会呢？陛下为什么忽然不宣我了？据奴婢所知，陛下昨晚也并没有久待在甘露殿中，半夜的时候是去了承庆殿。婕妤对此事毫不知情吗？不知。陛下去承庆殿做什么？她是去找你的好姐妹武如意。如意？怎么会呢？婕妤不会真的相信这宫中嫔妃之间还真有什么金兰之意吧？记住了，在背后捅刀子的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不会是武如意的？吴姐姐，婉言，婉言，你怎么来了？休息一会儿吧，我给你带点心来了。嗯，嗯，好吃。婉言，你知道吗？你能来看我，我真是开心死了。这里面的人都说，你已经当上婕妤了，可能跟我跟徐姐姐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可是我心里知道。你就是你，不会变。婉言，婉言，你怎么了？姐姐，我那只是人前风光，其实陛下他根本就没碰我。你别着急，可能时间太短了，再过一段时间一切就会好的。前夜陛下召我侍寝，可是他早早的就离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吴姐姐，你说陛下他能去哪儿呢？我怎么能知道呢？再说了，在这深宫里面，无缘见到陛下的女子比比皆是，个个不都活得好好的。你一定要放宽心。婉言，你别太难过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事情是会有转机的。姐姐说的是，婉言终于明白了。你能想通了就最好了，只要你能够放宽心，我也就放心了。
姐姐，你从那武才人口中探出什么可疑了吗？我果然还是太傻了，竟然真的相信在这后厅还会有好人。我要见德妃娘娘。婉言，求娘娘相助。这孩子怎么了？快起来，快快请起。婉言，来坐。娘娘，近日来陛下一直为宣武侍寝，婉言求见娘娘是想让娘娘指点我该如何对付那些与我争宠在背后兴风作浪的小人。你所说的小人是指武如意？就是他在夜里与陛下一番长谈之后，第二天陛下便不再宣武如甘露殿。你想让我如何助你？我想让他死。不行，在这后宫之中与你争宠的女人突然死了，你的嫌疑最大。我不敢保证此事的后果，况且目前一切都是你的猜测而已。若非他做贼心虚，他为什么要在我面前撒谎？这个女人不出，婉言在宫中的地位就岌岌可危，所以婉言想求娘娘成全。如果我在后宫有一番作为，我一定不会忘了在陛下面前多多美言，好让齐王能够早一点回到长安，回到娘娘身边。娘娘，娘娘。哦，我知道了，此事我该如何帮你？且容我想想。你退下吧。那婉言谢过娘娘。娘娘，您真的打算助郑婕妤来对付武如意吗？把我的鸳鸯镇壶给他送去，告诉他用法。武才人，文娘，你来了。郑婕妤吩咐奴婢给您送些点心来。婉言真是有心了，好好帮我谢谢她。郑婕妤还说想请武才人于明日戌时到她房间来，有要事相商。此壶为鸳鸯镇壶，壶口分为鸳鸯两道，平素里酒从鸳道流出，和其他的酒壶无异。可是当你倒酒的时候，轻轻地转动这颗明珠，酒就会从鸯道流出，鸯道内藏有毒丸，这时你倒出的酒就是毒酒，此毒三日后才会发作，重者必死。看来娘娘还是愿意让我一试。娘娘说了，她知道如今婕妤在宫中的地位已是如履薄冰，既然郑大人把您托付给了娘娘，那娘娘和婕妤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娘娘定当全力相助。只是不知道武如意那边婕妤打算如何安置。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晚些时候就会过来我房间。娘娘还说了让你谨慎行事，此举为赌，赌赢了是会有大好前程，
可是赌输了，便是万劫不复，甚至会牵扯到郑英两家。请司瑶禀告娘娘，我郑婉言做的事，定会一力承担，绝对不会连累娘娘。婉言，吴姐姐，你看，我把你的衣裙都给你带回来了。文娘，出去吧，把门关上。是。这是有劳吴姐姐了，快坐。你客气什么呀？反正我一去换衣局啊，他们就已经把衣服烫好了。我一看是你的，就顺道给你带回来了。奴婢告退。吴姐姐，谢谢你。先喝点酒。说来也奇怪，反正啊，在这宫里，就是跟你还有徐姐姐那么一见如故。吴姐姐，请来。婉言，你约我过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啊？我是听说吴姐姐颇善武技，如果有机会，也想请姐姐教教我兰陵王入阵曲，好不好？当然好啊。可是，说到这个舞啊，却也是我的伤心事呢。姐姐也会有伤心事。第一次见到陛下，当时跳的就是这支舞。还差点为了这支舞被砍了头呢，你说能不伤心吗？那我倒要羡慕姐姐了。如果陛下杀了你，也就此记住你了。可是我现在，在他心里，早就是个死人了。婉言，你别这么说，这样太沮丧了。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很多事情是有两面的。我也是这么一直劝我自己的。婉言，你屋里有这么多镜子，怎么全都给遮起来了？因为我讨厌照镜子。为什么？我从十岁开始便受训模仿长孙皇后，从那个时候起，我每日都要对着镜子，请伺候过她的人来指点我如何能显得更像她一些。可是到后来，只要我对着镜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镜子里的是长孙皇后，那我到底是谁？婉言，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一直有人在训练你？本来我不应该说这些的，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因为你不会告诉别人的。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可是你心里藏了这么多秘密，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这宫里的人嫉妒我，羡慕我，可是有谁知道我从12岁起就没了朋友，好不容易在宫中认识了你，却又不得不有负于你。负我？婉言，你说什么呢？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啊。婉言，你的脸，婉言，你流血了。婉言，婉言，你怎么了？婉言，你怎么了？婉言，你怎么了？婉言，婉言，怎么了？走开！妃怎么还不？哎，来了。姐姐来了。要不要再等等淑妃姐姐啊？淑妃的身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场合，不便通知她。娘娘，娘娘请勿靠近，此女是中毒而死。快遮住她的脸，快快把她盖上。是，不是已经抓到疑凶了吗？究竟是何人？是武如意。武如意？是的。情同姐妹，怎么可能加害于她呢？冤枉啊！不可进去。如此聒噪，成何体统？将他们都赶走。是。冤枉啊！都下去吧。是。是。冤枉啊，娘娘！太可怕了，冤枉啊！各位才人们，请回吧。陈公公，那个武如意认罪了吗？此女坚称自己是冤枉的，现暂押于内室监暗房。你下去候着。是。妹妹，杨妃既然病了，后庭的事就该与你我两人协理。妹妹觉得此事应当如何处置？
这人都死了，找到凶手又能怎么样呢？哼！我说这里就只有你我两个人，你这副慈悲相是演给谁看呀？估计此刻心里早已乐开花了吧？郑婉言死，武如意成为唯一的遗兄。近日来，还有比这个更让人舒心的局面吗？姐姐，你此话从何说起呢？我是真心为婉言这个孩子难过。陈公公，在。本宫觉得武如意嫌疑颇重，须得连夜详加审问。我希望明日一早，武如意如何行凶，为何下手，你都得给我一个交代。奴才定不辱命。妹妹，这里就交给陈公公了，他自是应付得来。唉，天色已晚了，咱们就别惊动陛下了，你说呢？姐姐，我突然感觉胸口发闷，身体不适，妹妹得回晨曦宫看太医了。此事任凭姐姐处置就好，妹妹先告退了。刚才听娘娘描述，为妃就是想赶在陛下没来之前，对武如意施以严刑逼供，想来个一石二鸟，斩尽杀绝。恕老奴无礼，多嘴一句，郑婉言是死于非命，眼看着大人的心血付之东流，为妃正坐收渔翁之利。娘娘，您还有心思在这里拜佛念经？张公公，你也算是殷家的老仆了，当年也是奉我哥哥之命净身入宫的。本宫想请教你，我哥哥让我在宫里帮衬郑才人，可如今人没了，我该如何帮衬一个死人？娘娘，你应该帮助大人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杀害郑婉言的凶手其实是冲着你们二位来的。不用查了，是本宫。娘娘，你应该帮助大人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杀害郑婉言的凶手其实是冲着你们二位来的。不用查了，是本宫。娘娘，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本宫说了，郑婉言是本宫除掉的。娘娘，您这是为何呀？张公公，烦请你回去告诉我哥哥，咱们亡国移民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万幸了，又何必如此的折腾？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哥哥，为了我的儿子，也是为了我们殷家。娘娘，您好糊涂。你不要再说了，退下吧。说，是谁指使你杀了郑婕妤的？背后的人是谁？贵妃娘娘到。免礼。招了吗？回娘娘，这贱婢嘴硬得很，一晚上昏过去两次，就是不招啊。
胡如意，你为什么要害郑婉言呢？你我都知道，杀郑婉言的凶手根本就不是我。本宫只知道，这凶案现场只有你一个人，你嫌疑最大。不过你放心，虽然这宫里很多事情都只分尊卑，不论对错，但是本宫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我跟婉言情同姐妹，我为什么要这样害她？你们有什么证据？大胆武如意，还敢逞口舌之力？谁人不知你自入宫起便屡生是非，只为争宠于陛下。郑婕妤天赋异禀，得蒙圣眷乃是早晚之事，单指嫉妒二字就有了足够的动机。你连文德皇后都敢轻侮，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吗？你有心结交郑婕妤，想必是为了让她对你疏于防备，利于下手。如此心机，更能说明你心肠歹毒，远胜常人。哼，你们左一个分明，右一个想必，这么处心积虑的想把这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我头上，你们是想早早结案，还是另有心思？我的父亲虽然早已仙逝，可是他毕竟是大唐的功臣，是当今陛下钦点的英国公，要是要就此定罪，草菅人命，就不怕陛下问起来你们难以交代吗？大胆妄言！来人啊，把武如意的嘴给我堵上！是。好啊，你敢抬出身份来压我？陛下日理万机，难道还会管你这小小才人的死活不成？进了内廷，尚未册封的才人和宫女同级，自然在我内侍监监管范畴。咱家这次奉韦贵妃娘娘之命，专案专办。别说这五十约已逝，就是没死，又能拿我怎么样？今天就让你知道一下这宫里的规矩。来啊，杖刑伺候。敢问公公，是否淑妃娘娘愿意见我了？你已经跪了这许久了，娘娘要是想见你，早就召见你了。快走吧。人命关天，请公公代为禀告，让我跟淑妃娘娘见上一面，一面就好了。说了不见就是不见，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再在咸宁宫门口聒噪，小心咱家让人将你乱棍打出去。快滚，把他拖走。是是。公公，公公，且慢。娘娘要见你，跟我来吧。是。莫道咱家对你不够关照？这册书还记得吗？你身上可是穿的整整24册编制的书袄，武才人要用心体悟，说不定哪天还能用得上呢。嗯，用刑。女则何时看够了，想招了，告诉本宫便是。
徐慧拜见淑妃娘娘。徐才人，你为何来求本宫相救？昨晚的事明明就是为妃和德妃做主的。因为臣妾知道现在唯有淑妃娘娘救得了如意。臣妾虽然进宫不久，却也明白自从文德皇后病天之后，这宫里大小的事情一向由四位帝妃共同协理。不仅如此，臣妾还知道虽然韦贵妃看起来表面风光，刘贤妃又曾经怀过龙嗣，但是过去的一年里，陛下因为伤心文德皇后的事，在这四位帝妃的后宫里留宿一共只有11夜，而其中便有7夜是留宿在这咸陵宫。论贤德，论宠爱，娘娘您都是文德皇后薨逝之后的第一人。现在唯有娘娘出手救如意，她方才有一线生机啊！求娘娘出手救如意吧。娘娘，韦贵妃正在内室间酷刑拷打武如意，妄图将这罪名推到娘娘头上。倘若我们再不出手，恐怕为时就晚了。徐才人，免礼。既然如此，那本宫就禀报陛下。既然为妃想查，那就让大理寺一起来查吧。现在你可愿招了？此女如此不识抬举，不如这便送她上路吧。你说此女若死了，陛下会怎么样呢？娘娘，不过是个才人而已，又能引起多大的风浪？只要为师一门依旧忠心于大唐，陛下又能说些什么呢？谁能给我惊天动地，连流泪都觉无味。上辈子一早约你，今生重逢之地，谁人为我精彩预备？随同地相爱别离，下辈子找得到你，是亦如面水飞，直到你漫天淡淡无知写下传奇，悠悠荡荡没你怎飞跃起？当今夕可以忘记，天再亮偏舍不得你。任世间流传是与非。爱妃仲要查几耐先至会有结果呢？有人喺机关上做咗手脚，若果我再坐以待毙嘅，迟早任为妃佢欺负同摆布。我都想睇下，可以玩出乜嘢手段。